好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咱们吃米饭，这里面呢有炖的酸菜，还有茄子。我超级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小黄瓜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下，多送了我三个，必须得五星好评啊，给力！还有一个生椰拿铁。太哇塞了啊！酸甜的，还带着一点点的辣。茄子怎么那么好吃呢？